还行吧，又白给一刀。大病初愈，状态好鸡巴清醒。人呢，聂西，跳这儿来了，反走，还是劈不到，还能逼个闪。带遗产了，不亏，带遗产马上开了。带过来，杜叔叔也不能给我提供帮助啊，死就死了，无所谓的。老傅，再救一波，救一波直接奔小房去了，还跳不到。隐身就是跳不到呢，兄弟，都没有地方瞄准，你说怎么办嘛？还有一根魔术棒，还能再躲一个跳。先用刀把影子劈了，然后一个反向盖板，去你奶奶个大鸡腿！怎么办呀，鱼女不会溜呀，怎么办呀？我已经掌握这游戏的玩法了，无脑三根棒子挡三次普攻，剩下的点瞎鸡巴转，不带遗产，不带地下室，这把你怎么输？看起来是一款策略性极强的非对称竞技，但实际上就是一款开放世界手游。哇，第五人格真的很好玩，走了。哦，这个时候闪现才好，那我属于是看早了。大方没有地下室可以放心带，看好地下室在哪儿，就少一分被翻盘的希望。哎，明知山有虎，那你就别往明知山走啊。这大抵是要死了，这我大抵是要死了，没有地下室不亏呢。哎，死了这就对了。哎，怎么两个人来救我啊，兄弟？乔有诗，回去修你电机啊！大富一个人救不下来吗？你也没搏命，这鱼女地下室，我怎么可能活着走出去？电机不够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给了一刀，这太客气了。给了一点身位，还是走不出去。不行，大富死了，爆死了，我也被撞死了。那乔有诗来干啥呢？我真急了，兄弟。别这么打呀，现在电机够了，但现在我下不来了，这个人味道不对，你看他带巨钱了，虽然说我没带三摇啊，哎呦，这挂得上，我肯定摇不下来，我真服了，又差一丝，死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我求你了，你去修电机，大富能救下来。换抓了，要来找我了。其实他抓我还挺好抓的，毕竟是一个使徒，躲了一只猫还行啊。他这个猫跳已经用过了，回头挡一手，然后再翻个窗，呜，这是干什么？又天天给分身扛到，使徒出刀怎么这么慢啊？难道使徒就没有一点问题吗？出刀太慢导致打到反走的魔术师。就不能反思一下吗？再反走躲一个猫，但是猫跳直接到脸上了，我是个脑残，我操！大哥，你要救就来早一点，不救就不救了。呜，你爆了！这怎么办呀？开个隐身，接着无限隐身往上走，他没发现我。哎，这真是太美丽了，还给了大富一个落地刀，这儿干什么？太客气了吧？看他远远来了，电机修完了吗？你再翻个窗走了，被猫咬掉了，一个猫跳再接一个闪现，不亏的，行了，看那圆这个点没有用啊，不亏，逼出闪现对我压力能小点。又是鱼女，同样的操作，打段位稍微低一点的局就赢不了，但是哎呀，这个我实在是不想转鬼角落，转鬼角落只有被架死的份儿。但是就算是职业哥来了到这也得吃一刀，我得绕大船，我得绕大房，大房绕明白了再说，大房估计是进不了了，他不让我进呢，怎么回事？企图30秒之内速溶我，哎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去了，回去了还得管转鬼角落啊，大房有遗产机，还是走吧，万一在大房有个什么地下室啥的，这就不好办了。还有一根帽子，哎呀，三根帽子放完差不多了，60秒了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你这刀还失误了，再多加两圈，16就3台，
一九九三台这个人已经没有赢面了。闲着没事别打屠夫，小伙子，打个六阶人类排位比我打四阶屠夫排位都轻松，真的不开玩笑。还能卡半就一六三卡半就一点也不亏，但搏命不是用来遛鬼的，拉点就行了，随便拉，拉离一坦机，拉离大小房。哎呦，怎么又断处了？天天交互键断处，烦不烦啊？丢人格！我不懂，为什么你家游戏这么容易断处？还想双圈合死我？那你就打死我吧，无所谓的。打他一刀，他打针对。打针对的话，那没有用了，兄弟。感觉电击还是不够，但是一个反向盖板，这怎么没有打到？还逼出来一个闪现。咒术师，他妈人呢？咒术师，猴来！别打我，打他好，保我满血。开！哇，电击真的很快。现在吃他两个水气，我今天就逛一逛水族馆，好不好？直接含水量超标，保我一下。要博弈，要骗我，哎，再骗我一下，再没打到，气死了，啥也不是，开门时间应该拖出来了，哎，又冲，超级爱冲王，收，我死，硬吃两个水气，开门时间绝对拖开了，但凡这把是开黑局，我们这把都不会赢得这么的危险，待会儿直接在地窖上面投降，直接地窖分拉着吧你。这个人只能压满就，因为我们有搏命，咱家唯一的搏命被抓住了。现在的意思就是苟住，纯种的帮帮玩家，这是纯的，兄弟们，这是纯的。我以为他看到我，但是没有啊，看到我了，还没有啊。等昆虫把电击修完，我一个人救不下来，两个人还救不下来吗？反正我一个人救邦邦的人没什么把握。哎，两个人来，邦邦心乱了。哎，雷霆准有用吗？没有用，除非你的震慑是 AOE 攻击啊，能把我们两个都宰了。就这样，只要大副不是被炸倒的，这邦邦基本就赢不了。白板大副不追来管门了，这不是一个遥控收掉的事情吗？实在是急了，放着大副来追我，我在心里一团火。他手里是有闪现的，这个板子不要轻易盖，回头再盖板，先把身位骗出来。这个板他不敢盖的，他不敢闪。又回一下，地窖在中场，走不了，拖延一下开门时间也行。压好了就走，快走，地窖马上开了，这把能四跑吗？它是有闪现的，一颗雷两颗雷，我想走这边，但是不能操之过急，先把这板盖了，闪呐、啊、兄弟，你快闪啊，这不闪你是真能压得住啊。迂回一下吧，也没有窗弹了，只有一个半弹，我直接放棒子走人，打不着，这应该是要死了。哎，挨打要力。哎，你怎么打不到？你怎么空刀呢？你闪呐！哎呦我的天，急死我了，白送四跑，不要白不要啊，撒又闹了。吃刀之前切电极，我一切电机你就吃刀，我把你切死了是吧？我真服了。没事，他手追咒术师，多扛两下，这人必炸。哎，怎么打那俩人去了？一样的。再扛一刀，扛第二刀，扛了第三刀，咒术师还有一根头发就死了，但是还能坚持啊。再扛一刀。没事，问题不大，165台就行。
再不得被打了，我天，这谁救啊，兄弟？完了，扛刀扛太多，被一只隐士翻回来了。哦，你要死了，千万别跟我扯上关系。隐士那一刀要扛的，仨人都得倒啊。现在隐士他就无脑手势，他都能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太客气了吧？给机会啊！你为什么给机会啊？宙斯是在你旁边躺着，教授的椅子上面坐着，然后古董商也是外面大残，我也大残。你区区隐士，你还守住一个古董商？我不相信，殿下，我走不了啊！我真服了这个控制类技能，他给机会了，你们快去补状态一下，兄弟。来了，咒术师来了，咒术师来了，隐士又不抓了，这隐士在干嘛呀？给大机会，这隐士不行，还是翻不了。打控场类屠夫确实是恶心，这刀下去俩人都得死。他没有地方切电击了，完了全死了，这怎么办？完了我还救不下来，这怎么办？游二界之后这个手势能力我要反走，我没反走。好，我回去了，再见。这开了一阶之后，他的手势这个原理可以跟红夫人差不多了，但是我可以反走。死追一个，又给机会了，这隐士，你回去守尸啊！回守尸这不稳赢的吗？还被周术师垫了一梭子，我就不相信了。你连着电，这电机能五十秒之内被修开？教授被追了，切个电给你扛一刀吧。你得给劲儿啊，兄弟，差最后一点了，要好密码机了。被挂了，还没有一个挂飞，我的天，这门一点就开，这把能赢全是咒术师和隐士的功劳啊。啊，这把怎么赢的？我搞不懂。